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靖，欢迎来到大鸭小厨房。没错，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做这个不用油炸也可以做出来的甜甜圈。我怎么好像没做过类似的东西？大家帮我点一下影片，让我想起来好吗？啊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做的嘛。但是那个做起来呢，其实还是有点落差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更简单的方法。没错，今天要拿出我们的好朋友起酥片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做做看起酥免油炸甜圈。那我们要做之前呢，首先呢，拿出起酥片第一片，拿出炼乳。那烤箱呢，在制作过程中先预热。第一片起酥片这边看得到了吗？看得到了吗？对。OK。均匀的涂抹。看起来涂得太小气了。我已经不能在早餐店打工。会被客诉到爆。你的砧板是参考用的，它就会飘，我也没办法。好，抹均匀。没有很均匀的话，至少吃起来很有料。把第二片，你看，盖上去。我记得它就是要跟时间赛跑，不能让它软化。不要着急啊，着急就会出事。你不用着急也会出事啊。乱讲，这个我怎么会做不好？不会好不好？这个这么的。简单，这个再做不好，我就吃起酥片一个礼拜，把它吃完。那你会胖的跟球一样？真的哎，还是你已经是了？还好吧。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好，三片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把它切一条。谁在偷抢牛奶？那就是订阅他的 IG 订阅内容，香的嘞。虽然我没有订阅。没错，你直接不订阅没关系。现在呢，就是考验技术的时候，你要慢慢的。请问它是不是裂裂了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跟你的心一样。为什么它是裂开的？你要给他一点耐心。那这个先放，这个没救了。对，你要给他一点耐心，你要再放着给他等一下，因为你太快了，男人要沉住气。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？牛奶，就是这个起酥片放太久了，有可能。然后它硬到。没有办法塑形，对，它跟草莓蛋糕一样。什么意思？它跟尸体一样硬掉。喂，没关系，因这种情况呢，阿信我呢还是有买一包新的，所以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。你要跟大家说你现在在干嘛？跟各位说明一下，这个呢在我旁边卷的时候。卷卷卷，把上下头粘起来，变成一个甜甜圈的样子。然后我觉得我这个起酥片呢，是真的有点年纪，所以它没办法那么的灵活自在。起酥片原本就是冷冻。哎，是啊，所以它可能就是风霜经历的比较多，所以它的弹性。失去了太多的水分。对。但是我们是秉持了不要浪费食物，所以就把它捡回来用。没错，谢谢你帮我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。但是也不排除是你。你用一个，我看你多厉害。我不要。总之就是卷到你觉得差不多可以的形状，好看就好了。不好看也可以吃。对，这个是我帮你盖的一个台阶。谢谢你，贴心吧。然后记得炼乳不要挤太多，不然会跟我一样，流的到处都是，满手黏滴滴。跟你们玩玩不会的。你看，还行吧，没有很丑吧？给大家看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送烤箱了，请问是几度几分钟？180度上下火，15分钟，出发。Let's go， 出炉看看。120分。好，我很好奇，这样子烤，那个炼乳会不会消失？你们知道吗？消失。我先吃吃看这个失败的。你怎么知道它失败？因为它就是你弄得很丑，对啊，那每一个都失败了，而且后面整个都像虎皮蛋糕。好不好？那是好吃的秘诀。炼乳去哪？你觉得不甜啊？嗯。那你吃很重甜。真的吗？因为你挤上去的炼乳是大家都看到的。对啊，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烤一烤炼乳就蒸发了？大家在退订中。没有没有，我知道。我那个是支离破碎的发言，开玩笑的。试试看这个小甜甜圈。我觉得外表感跟口感刚刚的东西整个叠在一起，黏糊糊的，没有松散散开的感觉。这个中间有这个空洞夹心，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
酥脆的口感，吃起来就像千层酥蝴蝶饼那种概念，而且韧乳没有不见，味道刚好，口感刚好，还有一个酥酥的那个糖味哦，油卷差很多哎，我觉得我今天拍这片就是白吃，太严重，但是整体来吃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哎，你们这样叠起来吃，跟跨送没什么两样，就跨送皮，尤其是这个，哇，特别赞，这个食谱我非常满意，我很开心。哦，可以啊，要，但是我现在要先做第二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东西的延伸版。我们呢，再把起酥片拿出来。你应该有吃过吧？就是不是会有人拿吐司，然后压平，放一颗蛋，这是不是你教我的同一个概念？它直接加蛋，会流出来。怎么是加蛋？它直接加布丁。然后我们在它有一点硬度的时候，切一个 LL 型哈。然后呢？中间的这个直面角是不能切开的，就不要切断。然后你的操作业感太重了，这个是失败吗？很难呢，为什么？又是一折就断？因为你太急了，就跟你说不能那么急，能不给他退兵的时间，直接这样拿去烤怎么样？对啊，我正想这么做。好，我们退兵一个，留着起酥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好的，各位，等它软掉的过程中，我们先拿下去让他们吃吃看。我现在是哪一个？那就是他们知道要吃你的东西就先逃了。段子，就说小杰小杰不能吃，对不对？完全不行，我要比赛了。那没办法啦。地球又不见了。我找阿某。阿某，废话别那么多，吃了。很好。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，太赞了吧！他突然过来，然后就塞了我一口，然后给我一大盘热泡。OK， 我觉得是时候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啦。成功！成功不是这样自己喊的算哎。成功了，他就是要这样子，他还会捧起来，然后布丁就在这。希望你说的是真的。我也希望我说的是真的。捏捏，不是这样，那叫滚一滚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你是在做效果？现在谁在做效果啊？他怎么那么脆弱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两个布丁，不要怕。之后我来吃了，真是的。那我们用那个。没有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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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有了。好了，它破了。好，就这样，180度15分钟，刺激的。就是刚刚那样。对。哎呦，看起来不错哦，来，让我们把它拿出来吧。哎呦，这看起来像零巧克力。对啊，这看起来很酷哎。看起来卖相还不错。这布丁我们等下吃，我们先吃看旁边这个失败，吃起来会怎么样呢？你有听到刚刚那个哇的声音吗？嗯，那他在我嘴巴里面唱歌。我觉得当时好像少了点什么，我就有看到玉米浓汤会很好，很好吃。对，上面这个啊，炼乳，它烤到这样子有点焦焦的，我跟你讲，夸张好吃。好，我们来吃布丁。我的天哪，超级好吃！有之前那个什么千层蛋挞的感觉。有，就是千层蛋挞口感，然后这里面的布丁体更加的绵密，更加的酥脆，更加的好吃。它缺少的时候什么你知道吗？塔皮。然后因为刚刚吃的时候都说，这个超甜，所以搭配旁边这个没有味道的起酥片，超夸张的，超赞！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成功的起酥片点甜点。1到5分的推荐指数。4.8分。那刚刚那个甜甜圈。4分。真的好吃，甜甜圈厌程度没有那么高，但是布丁的甜甜程度，非常优质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看。OK， 那就今天影片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就帮我按喜欢，不要忘了追踪我的 IG 跟优奈的 IG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